连楼下我们有一流的世界的服务，建国一代全部免费，剪头发免费，看病免费，还有唱歌免费。上济慈善中心，上济的家，大家的家，和谐的家，欢迎回家，欢迎新加坡慈善机构共同商讨慈善事业，让新加坡成为善良之都。Thank you.